Hello，大家好，又是每周五的海藻男卖东西时间。我们今天看看海藻男卖什么。他今天的位置呢是在 Tower 的直走下面，是在 PVP 那个导师的机器人旁边，就这个位置。我看他卖什么。东西看起来好像还比较一般，并不是那么的好用。第一个呢是这个 Strike 泰坦头。提高 Gain Death from Above and Head Stronger，这是意思我们就是 Strike 泰坦的冲击会更强嘛，伤害会更高嘛。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头，而且说真的，我玩泰坦一般，也几乎就不玩 Strike 了。所以说，大致看起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吧。可能打 PVP 的时候可能会更有用，不过因为 PVP 你的 Strike 也是秒杀，所以说好像作用不是很大。我们再看第二双鞋子是猎人的鞋子，是在你瞄准状况下的移动速度会更高。有点微妙的感觉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微妙这个鞋子。但你在瞄准状况下移动速度会更高，其实 PVP 的话会可能会更好用点了，然后 PVE 的话比较有局限性吧，可能收益不如其他的装备。就是说，你用这件装备的收益并不会太高。比如说，你用金枪的话，你可以用四枪或六枪头，会更好一点。然后虚空的话，用这个翻滚头的话会更好一点。再看一下这术士的装备，术士的是虚空术士的分裂手榴弹，分裂追踪手榴弹。然后这个手榴弹本身威力是很强的，然后你这样追踪的话是的确是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虚空的话是可以建议买这个手。但它的加属性呢是敏捷，也正好是手榴弹的属性。但重点是现在，按照现在情况来看，想把这个手榴弹 C 减 CD 堆满的话，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吧。然后，它这个手的效果呢会让你多一颗，同时有追踪效果，伤害老是足够高的，但是也比较危险啊，所以说要看清状况用。然后这次的武器是蒙蒂卡罗，蒙蒂卡罗这把 AR 呢，伤害不错，而且稳定性非常高。重点是这把枪呢，它在 PVP 属性也很强，尤其是这个版本，它的 AR 有伤害提高，是为了平衡所有枪支这种平衡性吧，所以提高它这把枪的伤害，然后加上它本身打 PVP 的话，也是比较强势的一把武器，所以现在情况下来说的话，PVP 的话，我是打算用这个 Hard Light 去打，然后蒙蒂卡罗因为我本身也有啊，所以我。打算可能说 highlight，如果说不是很顺手的话，再去使用蒙蒂卡罗吧。这个最后一个31个 strange coin 就可以不用买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没有的东西啊，1/2万的东西。虽然说这次1/2万也有改到1/2，但是东西还不是那么多。主武器的话，可能也开不到什么东西吧。然后今天的东西也就到这边了。其实最终还是建议 strange 这个 three of coins 啊，这 three of coins 就是。比较划算的吧，就是你可以一直刷点300亿的装备，因为现在本身光也比较高，然后基本上你还是得升到这个300亿以上的。但问题是，你精装升320的话都是比较困难，喂起来比较累啊，所以说干脆就直接就是你310点光以上的话，就直接开300亿的装备，然后比较容易喂啊，要不然一下280的话，这种装箍机你要升到320的话，一下得喂个6、7个下去，因为它好像。最高的增长值是5左右，像是子装的话，你可能达到6点，它不会说有衰减，它到5点就会有衰减，5点好像差，有可能，那是看几率的，因为我也曾经衰减过一次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总之今天卖东西呢，感觉还是除了术士手比较好点，其他都比较一般了，然后还有蒙蒂卡罗也算还可以。那今天的这个海藻男这个商品评论就到这，大家拜拜。